到一个人躺在地上，我以为是他撞到人，后来上前关心以后发现是车主，然后他开车自撞。然后我们原本这边有一个号志啊，他那个号志也被连根撞坏掉到这里，然后这个地方他可能最大的撞击点嘛，他撞到这里以后，因为这个气体比较强哦，他整个尾巴就扫过来了，他就变成现场这个状态。